对吧？但我忘记什么时候了。两个人都下了。哎，没到第二下。让他们自己上桌。110。哎，回吧回吧，亏一点，再不回要出问题了，这波得回的，亏一点线就亏点线吧，人不能死。拍回来，可惜。他那边摸个镀层啊，小摸一个镀层。OK， 摸完就跑，得跑，不跑绕一下我就不好玩了。他们会来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到处都是怪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可惜，这波。这波小规模团战打输了。
为这虚空的利刺吧。 跟他发育一下呗，我这个线我还挺开心的。这就是我回来的原因。 W 交流，狩猎开始了，完美。 真打，你们扫大招，辅助闪现脚，然后打一大招，绕圈呗。 OK， 美芝芝回家补一波装备，再亏个铸城了。我一个人在台下也有点小危险吧，算是。 这波新时代常见进化 Q 了强势时期，打团打对线看看能不能拉扯一下。牙锁那个 W 还是挺烦的。爬起来，站稳了，跟着他。 我在尝试慢慢摸他血量。哎，可惜，小兵来了，不然还可以打个 EQ 的，但有个盾。保持警惕，有个盾的话，效果就一般。 牙锁这盾有200，将近300血量，我把盾打掉，我 QA 打他，其实伤害其实没有那么可观，打个 AQ 啊，对，分强调的。 怕我下一个 Q
我也不好压他呀，有被动有 W 的，不着急慢慢打。 石头人大王。这地方这么冷，我去看糟蹋。 我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好，说，听你的，我说一下。呀。 看嘛，不能说是也是。也变强了。这身皮肤的狩猎风格是我决定的。 起来的目标才能活得更久。切呀！ 这才能给他交出来。可惜，哎，没交出来，给他杀了。我这血量看不了你啊。 鳄鱼先手被我打一套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这波鳄鱼直接先手被我打了一个满的伤害 ，QAW， 然后后续再过去打一套，鳄鱼就吃不消了。我将会改变这个世界。卡莎，下次再努力点。 干嘛呢，哥？我都跑这么远了，你还要滑？边走。嗯，他的运气不错。 确实早点出女妖会比较好，因为会有点，可能会有伏笔啊。我刚刚做了一个最奇怪的现实。啊。
全球。这个，说实话，这个技能我知道，我也没用过。这个地方很美，我必须出手拯救。 但感觉不出女妖会没伤害啊，这伤害不会那么可观。 哎，这几个大招给他偷的太难玩了，有的大树大招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。 你没大，我们石头人没大招嘛？我还在想怎么还不大，还在想。我在那边看的剧集，怎么还不叫他？原来他没大招啊，那没事的。 我一直在想，老子这把 A 得到人啊，老子这把。
A 的道人，我估计我离死也差不多了。 击飞没，可惜了。啊，眼睛没弄好，这波没打好。这波我想的先二刀这边二眉刀交出来，对，被他先击飞了。 不该 W， 其实该 R W 的 R 到这个位置再叫 W， 压缩这边就击飞不到我，这波微操差了一点，失误了，闪现也没交，因为觉得能 R 能交大招的时候就没先交，就先没交闪，这波，哎，好烦呀、啊，这波打的，好恶心，感觉是。 视野，我的视野盲区。
两三个十四级。 扛着才能拆。 一只小兵就够了，扛着拆就能拆。 nice。